这表示说地方的选举啊，还是需要长期的经营啊。其实我去那里所谓 long stay， 你知道吗？一个礼拜，这还是不足以改变这种地方选举的结果。所以我们将来必须更注重这种地方组织的发展哦，才能够有机会在地方选举获得比较好的成绩。我们还是要谢谢很多志工哦，无悔的帮忙了哦。那不过一样了哦，地方选举还是需要长期经营。